欢迎收睇时代足球总会法月组联赛巨星对 Pegasus 嘅赛后精华。咁啊，先开波咧系黄衫嘅 Pegasus， 而粉红衫就系巨星。你又见到 Pegasus 开波好早段嘅攻势啊，右路传咗上去，即刻转身就抽射埋去啦，射翻个近处，即刻就破网，领先1-0啦。跟住清咗去嘛。入波嘅咧就系张子健啊，一个直线塞上去嘅系张卓翰啊。找到張子健，一個轉身就射埋去，射翻個近處波 ，Pegasus 領先1-0。跟住清咗去嘛。之後繼續見到咧，都係 Pegasus 嘅攻勢啊，回翻後少少，撥埋中間，望兩望就射埋去啦。呢球力水同角度都爭緊啲啊，起腳嘅係黎文健，右路又傳到上去啦。呢度再嚟一腳施射，又係射翻近處，但係今次咧龍門醒目啦，企翻個近處位。呢邊過咗一個，再爆過一個，第三個埋嚟，即刻篤入禁區裏邊，諗住傳中，但係漏咗啊！即刻加速追翻埋去，跟住呢度望翻中間，係咪諗住自己嚟啊？推過一個就射埋去，但係食唔應個波啊！好住先。張卓康呢個咧個人突破咧就好犀利啦，臨尾個腳爭緊少少。跟住呢度叫巨星都嚟腳遠射喎，但係高出咗幾多下？呢邊喂，俾對手偷咗個波，有啲唔為意啊！撥過一個，推埋去望住中間，又見到傳埋中間一掃入網。Pegasus射到2-0啦，入波嘅都係張子健喎，佢今日個人梅開二度啦。呢度偷波偷得靚啦。跟住再撥過去都快嘅，講緊嘅係黎文健嘅傳中啊！呢度上半場咧 ，Pegasus 領先2-0，下半場咧就到巨星開波。呢度巨星嘅界外球抌入禁區，力水都夠啊，跳起一頂，但未而出啊，有啲可惜啊。之後呢邊以為佢放入禁區，結果係俾隊友離腳遠射。今次巨星龍門咧都做場好戲啊，夠集中。呢度俾巨星偷到個波，中間一路推啦，左邊有隊友，右邊都有隊友，決定自己嚟。今次又到 Pegasus 龍門做場好戲啦喎，分過右路，過咗一個入到禁區裏邊，窄角度都試試佢啦。球精換人，呢邊繼續巨星嘅攻勢啊！巨星去到下半場咧，明顯攻勢咧入肉多咗嘅，攻勢多咗都入肉咗啊！不過呢腳遠射都略微而過，臨完場啦，界外球抌入嚟，鬥翻埋去，立得翻嘅，但係球證吹完場啦，最後 Pegasus 贏2-0。